對於林榮基指李波係俾人老走，而現時仍然身處內地接受調查，本台打去俾李波太太，佢唔回應。喂，李太啊，你好啊，阿林榮基咧，而家咧就喺記者會度講咧，就話咧，佢哋而家就俾即係你係邊位啊？我哋係新聞台㗎，想問翻你咧，其實咧有冇睇到？